即将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的严爵7月24日特意彩排，演唱会上的歌曲派提前曝光。为了与歌曲呼应，严爵还穿上精心设计的印有派圆周率数字 T 恤，可谓是相当用心。首次在小巨蛋开歌唱，严爵也是相当下功夫，不仅狂背歌词，去除提示机部分，更在特别嘉宾安排上以十首连弹的方式考验朋友默契。这次呢，公司有问我说要不要提示机，我说不用，因为提示机也救不了我。这次的算是特别嘉宾桥段呢，是有一个十首连弹。那这次的这个十首，我称为钢铁般的默契跟钢铁般的友情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然后呢，有三双手是男生，一双手是女生。演唱会最让人期待的还是歌手的脱衣秀部分。严爵为了让歌迷一饱眼福，特意健身4个月。接受采访时，严爵惨遭媒体起哄秀人鱼线，相当不大方的他却磨磨唧唧半天，最终仍然害羞的不肯展示，只让记者隔着衣服摸了一下，很是尴尬。在哪儿啊？你在跟我说在哪儿？你在摸不到，摸不到，摸不到。对，你刚摸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你现在在把脉。好了好了，勉强有了，可以了，到时候需要结石吧，结石小将，厉害厉害厉害。结石。好了啦，大哥，他这有点干的。看到严爵无辜的小眼神，连记者都不忍心再继续纠缠了。